了自己的弟弟或是妹妹来学校。哦，真希望我是弟弟就能被带去学校了。嗯，就这么决定，我和泰拉会带你去学校。你确定他会答应这件事？哈，绝对会。我绝对不答应，你们会毁掉一切，最后是我被骂。不过泰拉，我们是世界上最棒的弟弟。真的吗？我宁愿带小肯去。你看吧。糟了，你们在跟踪我吗？没有，我们我们在做什么啊？在寻找异手龙，对吧？那我来帮你们。哦，那里有一只。他们不是我带来的，那是我们进去的机会。别担心，提姆，我们会照顾他们。哦，早安，提姆。他们是你带来的吗？我们也是。这位是我弟弟路易，他溜直排轮的时候很酷。我弟弟说他不想来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瑞奇，我喜欢机器人、洋芋片和电动游戏。哦，还有跳舞。哦哦哦！呀！哦，糟了！我的水光明，为什么都看不到啊？啊！哈哈，我想要每天都来上学，这里真好玩。啊，真好玩是吗？你很快就不觉得了。下一堂课是在地下一楼上课。哦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没有课程安排在地下室，他们又不知道。快走吧，小布，选个好位置。这个地方不太对劲，好可怕哦！啊，学校不是给婴儿来的。哦，哎，你看，有扇打开的门。小心点！你的弟弟们呢？你让小布一起来很酷。是啊，或许吧。我去。也许我们应该回去把灯打开吧，你会知道这里没有什么好怕的。哦，泰拉，你的弟弟呢？他可能迟到了，他老是这样，你不会生他的气吗？不会，在学校有这种充满活力的人也不错。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古代的恐龙，它们和我们很像，不过是四条腿爬行。我以前会展示古代恐龙的骨骼模型，可是去年不见了。老师，我出去一下。哦，不需要这么害怕，这些只是模型。这下面好黑，好可怕哦。哦，我不应该骗瑞奇跟小布来地下室的。瑞奇。小布，啊！哦，瑞奇，小布，你们怎么了？哦，这都是我害的，我是个糟糕的姐姐。我原谅你，快带我们离开这里。哦。谢谢大家带自己的弟弟妹妹们来学校参观。另外，我要特别感谢泰拉，他和自己的弟弟们帮学校找到不见的恐龙骨骼模型。我们一定会回来，学校很有趣，对吧，泰拉？啊！